俺家 seven 也发行了，其实知道吧，兄弟们，俺们家 seven 也发行了。其实我现在吧，我不仅是怕石榴怀孕，我更怕的是俺家 seven 怀孕，知道吧？啊，刚才看见姥姥，什么？刚才看什么？看见你的拖鞋，乐懵了。嗯，老大呀，看宝宝吧，兄弟们，咱看宝宝吧。咱们给麦序上的好朋友们点点关注，兄弟们，再给榜一点点关注啊，兄弟们，拉布拉多杰克拉布拉多，兄弟们啊，大家给榜一杰克拉布拉多，咱们给上上关注，好不好啊，老铁们？一号麦杰克拉布拉多呀，啊，咱们家这个宝宝，这个宝就是咱的榜一的了，兄弟们啊，这个宝就是咱的榜一的了啊，定给他了。大家想看咱家老大的啊，大家可以给榜一点点关注啊。然后这个宝不定，老二不定啊，咱就定出一只，兄弟们啊，咱给榜一点点关注，好不好？咱有家里有老大了啊，家里头有老大了啊，咱不能再留老大了，再留老大的话容易叫混了啊。我现在目前为止的话，我看情况，我想留一只啊，留一只，但是呢，不能留在这个家里头啊，我就想看着他，我想看着他啊，给俺家三位留个念想，是不是啊？以后能见上面的，感谢冷若冰，谢谢冷若冰，起个名呗。小狗见长，哎呀妈，这小狗长老快了，兄弟们，真的，这才几天呢？啊，生出来这多大，兄弟们？这么大点儿，长了一个脑瓜子，哎，生出来这么大，这小狗长得老快了。啊，你拍的段子能不能把拖鞋换一双？我跟你说，我穿那双拖鞋，另一双拖鞋是我媳妇的拖鞋，知道吗？我媳妇每回来的时候都穿那双拖鞋，我的拖鞋是我的拖鞋，我媳妇的拖鞋是我媳妇的拖鞋。啊，大家给榜一点点关注啊！狗狗太可爱了，看那小黑鼻头，这咱老大。哎呀，这小黑鼻头，老大跟着妈妈。哎，好好好，好，老大躺着吧，老大你躺着吧，老大你躺着吧，你躺着吧，让宝宝跟着你一块睡觉啊。好，老大躺着，老大你躺着，老大躺着躺着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老大，不许动啊，不许动，好，不许动，不许动啊，让宝宝躺着你，不许动，好，老大，不许动。不许动，让宝宝躺着，不准动。你看看多好啊，刚才啊，老大，多好啊，这么躺着，啊，哎，生两个孩子，生两个孩子啊，老爷就应该卖拖鞋。老大的毛色好看啊！你说俺家老大的毛色呀，兄弟们啊，啊，老大好看，老大毛色也好看，老大长得也好看。你看俺家狗狗，兄弟们，你看俺家狗狗，老大毛茸茸的，像个毛绒玩具似的，你说说啊？感谢大家伙啊！